表示我们深层的歉意。华航即将卸任的董事长孙宏翔带领总经理等主管鞠躬道歉。这场华航股东会气氛低迷，因为就在24号凌晨12点开始，空服员为了争取权益开始罢工。一早股价虽然小跌，之后微幅上涨，但是股东们还是不放心。18+12=31，另外21跑到哪边去了？就董事长在股东会道歉，但新董事长何暖轩才准备上任，便面临挑战。回到原点嘛，对不对？那报道的原点第一项嘛，这部分我同意。那他们数据我也看到的，看得很清楚。那我想呢，第一个，我们回到谈判桌上来谈。从23号晚上6点开始，工会传简讯通知员工罢工。7:10，工会对外公布消息，华航在9点多做出因应，召开记者会取消8航班，还提出补偿乘客方案。一方面劝空服员不要罢工，但工会态度坚决。最后，华航在11:30决定取消桃园及松山机场24号6点到晚上10点的班机。估计有66班次，20000多人受影响。粗略估计，一航班机票收入将近300万。这场罢工让华航一天损失近2亿元。空服员罢工争取权益，态度坚决，让华航公司面临挑战。新上任的董事长何暖轩已经释出善意，行政院长林权也宣布，新总经理由华厨公司董事长谢世谦接任。全新经营团队今天就任后，即将与工会协商，但如何化解这次难题还有待观察。记者刘志展 SNG 小组桃园报道。